个男人呢啊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，就是名字叫的还挺好听。梁朝伟，你给我出来！不是，就你这个德行也配叫梁朝伟？赶上了。你看人香港那个梁朝伟长得是多么的有人气，你再瞅瞅你这个梁朝伟长得是多么的气人。关键你长得也不像刘嘉玲啊。你看看人家啊，这样，你再瞅瞅你那样，排气量不一样。现在提倡我这样的低碳。低碳，你是个男人吗？反正跟你结婚20年了，是男是女你定呗。那是个男人就没有这么办事儿的、啊。那今天上午刚刚送去的两瓶酒，这还没到中午呢，你就往回要啊？这不要不行啊！那厂长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来跟他一起陪客户喝酒吃饭，还点名道姓的说就喝你今天早上送的两瓶好酒。不是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好啥呀？好啊，那两瓶根本就不是酒，是我灌的凉水啊。不是。哎，我头两天不是给你拿2000块钱吗？你没那2000块钱让我干别的用了。不是，你说人厂长对咱这么好，前几天还提拔我当了个车间主任，那送两瓶酒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也没说不应该呀、啊。你关键是你说那客户喝了咱送那酒，一喝不是酒是水，买卖是不是黄了？厂长那脸往哪儿放啊？咱俩是不是厂子里的千古罪人？不是，那还傻站着干啥呀？要去啊！张不开这张嘴呀！那也得张啊！快点喊人，快点喊人！厂长，赵厂长，赵立本，我不好使。立本，在谁呀、啊？我的妈，女的太管用了，这是。哎呀，美丽啊！两口子全来了，哎，来，行，赶上饭点了，来，屋里吃饭去。哎、啊，那个厂长啊，厂长就不进屋吃饭了，你就坐着，咱聊一会儿得了。边吃边聊，快走。哎呀，厂长，求求你就坐下吧。听我的，立本儿啊，坐。好。那个，你啊，边儿去。怎么的？那啥也没啥事儿、啊，今儿上午送你那两瓶水，你喝着。啊，这酒、啊，你喝着咋样啊？没舍得喝呢，那么贵，1000多块钱，能随便喝吗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哎呀，那个厂长啊，就今儿早上美丽送给你两瓶好酒，嗯、在我们家酒柜里已经摆了10年了。不是，是你刚灌的水。我是刚看的，整10年吗？啊是。厂长、啊，你想想，已经10年了，我估计挥发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剩下的基本是酒精了。对。你要给客户喝这个酒，万一中毒怎么办呢？蒙谁呀、啊？我不喝酒我也懂，酒是沉的香，年头越长越好。你看他啥都明白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咋我还得说你呢，大伟？你说你干的叫啥事儿啊？啊，咱们什么关系？同学、朋友，现在还是同事，你还给我送起礼来了？你看厂长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你看啊。我跟美丽也来到咱们厂子已经3年整了，嗯，从来就没给你送过啥，是吧？还提美丽当了车间主任，所以说我们想表示一下。那是因为美丽干得好，你别说3年，10年不送礼，我也该提拔也得提拔的。再说那酒，我跟美丽也说了，那算我借的，回头我买了就还你们啊。嗯，咋整呢？都快进去，快吃，快点，快！哎呦！干啥呢你啊！厂长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两瓶酒根本就不是酒，那是心意。我傻呀，我不懂这个。那也不能送礼，咱们什么交情啊？不是，那啥，那个现在你看不就是这个风俗嘛，是不是？啊、一到这个年呢，姐啥的都相互送点啥。对对对，谁家有好吃好喝的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，然后世界送去，老张送老李，老李送老赵，老赵送老王，罗圈送。这是浪费资源，这习惯以后得改改。厂长，你说的太对了、我们为什么要送你两瓶好酒啊？啊，不是因为你提拔了美丽当了车间主任啊，是因为你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事儿。我干啥好事了？我比如说，
咱们村那些老爷们都外出打工了，对，剩下那些媳妇儿是不是都归你了？我哪听着这么别扭？什么叫都归我了？那叫那些留守的妇女都跟了我，这不一样吗？是他们跟着我一块打工，你净往沟里带我。所以说，厂长，我们一感动一激动就送给你两瓶好酒，送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啊。酒是啥玩意儿啊？酒是穿肠毒药，对，酒伤肝呐，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，人一急躁就容易毒火攻心，毒火攻心你就得上火呀，人一上火血管就容易堵塞。媳妇儿啊，你看厂长这体格如果是堵了的话应该怎么办呢？支架。对，厂长，根据我的目测，就你这体魄，怎么也得支六个架，支少了容易塌腰啊！哎呀妈呀！你厂长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厂长？哎呀妈，大伟呀！眼前一黑，有点堵啊！你看，我说啥了？你说这没喝咱的酒，这堵成这样，这喝咱的酒，这堵成啥样啊？所以说，厂长啊，我越想越后怕呀。你说，那两瓶酒，你喝了之后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们厂子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些被你划了的妇女，跟你干活那些妇女怎么办呢？厂长啊，大伟啊，别说了，我全懂，我谢谢你，我代表厂子谢谢你，我代表所有那些留守的妇女谢谢你。我替他们给你个拥抱，谢谢。抱完你之后，我再抱。厂长，你还是抱我吧，厂长。不是，我还是算了，厂长，你血管都堵成这样了，赶紧坐下歇会儿吧，厂长。哎呀，厂长啊，你说两瓶酒重要还是你的身体健康重要啊？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厂长的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所以我越想越紧张、害怕，我后悔，我心如刀绞。你这也太弱了。再说我不喝酒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那两瓶酒，指定不还你。啥事儿？媳妇儿，我是不行了，看你跟他的交情。立本儿。干啥？哎呀妈呀！你干啥呀？你躲啥呀？你也太猛了呀！立本儿。干啥呀？其实，有句话我都憋在心里多少年了。啊。我要是知道今天你能当厂长，我早嫁你了。我何苦跟他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呢？哎呀妈呀！幸亏嫁他了，要不然就把我毁了。啥？不是，我觉得你们俩看着还挺幸福的。我知道，我在你面前依然是白雪公主，当然了，你在我心里也仍然是白毛王子。练板儿。哎呦我天哪！堵又堵了，哥，救救我行不行？你万幸去吧，我当年也不娶她，你小子能活到今天。所以说你是个战士。去，干啥呢你俩？开玩笑。跟你闹笑话呢啊！立本，快把酒还他吧！你瞅他磨磨唧唧的，多烦人呐！是我老磨叽了，我老烦人了。你是挺烦人的，跟你一样。给他。给他。你看你离那么近干啥你啊？大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见过子弹飞吗？见过。见过子弹往回飞吗？那不把自己打死了吗？啥意思？什么啥意思啊？见过送礼的吧？见过。见过送完礼还往回要的吗？那还是人吗？那你这是啥呀？厂长，我今天还真就不是人了，所以说那两瓶酒你必须得还给我。行，我还你。哎，太好了。但是这酒现在不在我这儿。啊？那在哪儿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们家老爷子早晨到我这儿来了，把你们送两瓶酒给拿走了，不光那两瓶，把我存的两瓶酒也拿走了，说要感谢他一个什么恩人。真的假的？你没骗我呢？我骗你这干啥呀？哎，你家老爷子来了，你问他。立本啊，大伟来了。爸，哎，哎呀，大叔，大伟在这呢。啊，刚才我上你家去了，你不在家，我寻思到那边儿坐会儿，这回我就不用去了。哎，我现在好了啊！你看我这俩腿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啊，哎呀，啥毛病没有？爸，你这怎么什么情况？这是，我这不是老寒腿吗？啊，大伟在城里给我配两副药，呼上就好使了。哎、大伟，不愧是老中医的后代呀、啊！我给你那2000块钱，你我明白了，
爸，您说那恩人说的就是他吧？不像吗？哎呦，兄弟，我代表我爸，代表我妈，正式的。那不用给我磕头了，我鞋带松了。哎呀，大伟啊，其实你大叔我老想感谢感谢你，给你钱吧，你还不要？我在立门啊，拿两瓶好酒。你拿着，这是我一点意思。不，大叔，你看咱俩这种感情，你用不着扯。拿着，哎呀，大叔，你看你这么客气，干啥呢？这是，哎妈，还给他送两瓶你的酒。你等着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大叔，谢谢。那行，你们先唠着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大叔啊，啥事儿啊？过年了，我不得会会亲家啊？就他老丈人，他老丈人爱喝酒，我顺便。给他带过去两瓶酒啊！快去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我走了。大叔啊，你慢点，注意啊，一定按时服药啊。哎，好好好，你放心吧。好好，哎，你老着啊。哎哎，咋的了？哎呀，厂长，哎，那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厂长，这就是你的部队了。这两瓶好酒吧，是你爸我大叔感谢我的。哎，对。所以你没事吧你啊？我说多少次了还不明白啊，我到时候买了再还你，这我一会儿陪客户喝酒嘛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实话实说。行，厂长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这两瓶好酒根本就不是酒，是我灌的凉水。啊？你说这两瓶酒不是好酒，是水？对。不，谁信呢？哎呀！我要骗你，我是你儿子。我要骗你，我是你儿媳妇。千万别，千万别！我没这福气，这大儿大女的多折寿啊！不是那个厂长，你要实在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打开尝尝，不就知道？我尝啥又尝？我待会儿请客户喝酒，我先来一口，那是啥事儿啊？立本儿，干啥？尝尝嘛。喝呗。尝尝啊。酒啊，那点真是酒，确实是酒。那水呢？我哪知道水在哪儿啊？我明白了。怎么了？刚才你爸说了要会亲家，莫非那两瓶水？哎呦我的妈呀！那是不是亲爹喝不就没事了吗？哎，对，啥不是亲爹呀？喝了酒不是酒是水，我媳妇儿不把我抓那个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吗？爸，这是酒，那是水呀，爸。那咱俩咋整啊？咋整啊？继续要啊。立本。